创作新霸主 Nick 周汤豪，大家好 ，Hello。哇，今天周汤豪先跟大家打声招呼，期待已久。Hi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，然后也是这一次捷运杯的代言人，非常非常的荣幸，非常开心。然后，嗨，我们一起先比个赞好不好？赞！2017捷运杯捷克街舞大赛，今天起开始报名。来，我们右边的镜头也一起看一下。跟炎亚纶有一些口角的部分，你们现在有讲开了吗？我觉得这问题就不聊了，因为有这问题，就是这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件什么事情，我只是做一件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而已，对啊。你有了解到他其实只是觉得，可能不太需要是由艺人出来就在這没有，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天就不聊了。那而且至于说，大家觉得说好像我不了解，我没有不了解，我真的不了解，我是这个圈子的一份子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，对。当下看到被骂，会觉得好像很，会啊，这无所谓啊，外行看门道啊，他们会有我们了解吗？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，我们怎么会不了解？对啊，我们才是最了解这个圈子真正状况的人，对。一些好朋友来安慰你吗？因为这个新闻。我觉得大家自己看新闻，大家自己会去思考这个事情。对，我觉得大家的初衷都是为了，我们都是希望给这个圈子带来是很正面的东西。对，是有很多想讲的话不方便说。嗯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讲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不思考了，大家已经不思考了。对啊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的标准真的已经高到说，哇，你现在发生事情，你已经讲到说，哦，你不可以出来道歉，你什么这。拜托，我不道歉，你看你们魔王会怎么骂我，媒体会怎么骂我，这是这个东西，这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已经觉得算了，大家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我觉得我做的正确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如果我的小孩子在外面撞到别的人，踢到别的小朋友，跟别的小朋友玩，我也会跟人家道歉，不代表说我的小孩子是对的，不代表说我的小孩不要面对他自己的责任，可是我觉得我道歉，我怎么了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事情，我这本来就是这部戏的一份子。我觉得这个没有，我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。我觉得我把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。那今天我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，那你说他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吗？怎么会没有关系？对啊，当然有关系啊。道歉之后，剧组后来就是可能在其他景点拍摄的时候，这些行为有改善的吗？其实我觉得，很多这个怎么讲呢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反正就是我不知道讲什么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希望，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为前提去工作。对，那我觉得面对的事情都会去处理，都会去解决，都会去协调。我觉得就是这样子。那你